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你我不曾感受过，想抓在街口，想抓在街口，妈妈早就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分你今天好好的，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
好坚强，当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睡起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了爱哭的你，谁将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了嫁衣。黎明来临，我们祈祷，仰望我主，我们虔诚，坚守每一次他。谢谢大家，可以坐下。Dear friends, let's pray. Dear God.Thank you for the new year you give for us. We pray for our health and prosperity. May you bless us and guide us through the year. Amen. 谢谢 Chris Darling.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华文中国新年春节庆祝会大展宏图，马上开始。我们先请最敬爱的潘总督学为大家说话，大家欢迎。我最尊敬的家长们，亲爱的老师们，还有最可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太棒了！那么我请问哦，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庆祝什么？哪一位同学知道？对了，这边的小朋友已经讲了哦，我们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那今天我们是做什么节目呢？我们把排行第三哦，十二生肖里面排行第三的金狐送走，那么迎来排行第四的哪一个生肖？小朋友知道吗？
哦，这边的小朋友答对了。吴老师，我们等一下要给奖品哦。啊，对，我们迎来排行第四的生肖玉兔哦。那么今天呢，这么美好的时光，同学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好棒的哦！那在还没有春节以前，我们每一家家家户户都要什么大扫除哦，把不好的旧的东西全部都什么丢掉。那么同学也是一样哦，我们想一想，今年你们不好的地方，好，比如说什么顽皮啦，没有做作业啦，那么兔年的来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把它改过哦，把不好的改掉。好好的什么听老师的教导，做一个什么孝顺听话的好孩子，好吗？好不好？好啊，在这美好的佳节，我代表全体华文部老师向我们最尊敬的家长们祝贺，拜个早年，恭祝阖家健康平安，生活幸福美满，事事顺心如意，财源滚滚而来。那么祝我们敬爱的老师呢，工作开心，财运大发，还有呢，升官发财，好吗？那么祝我们最亲爱的同学们多了一位，要怎么样？要做一个听话用功读书的好孩子。还有呢，老师祝你们健康成长，快乐学习，还有呢，新春快乐。回去记得跟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星期六我们吃团圆饭，那么长辈会给你们什么红包、压岁钱，你们就什么呢，放在你们的枕头下面，好吗？好不好？好，那我们要守岁哦，星期六晚一点睡啊，好吗？好，谢谢大家，预祝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潘老师，谢谢潘老师温暖精彩的致辞。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李大校长和我们一起共度新春佳节，请李大校长为同学们说几句话。哎，谢谢吴老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一起欢庆新年，这是疫情之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能够在一起庆祝，我们非常感谢家长们在这期间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学们的努力学习，更忘不了老师们的辛勤工作。潘老师说了，今年是兔年，我预祝大家身体健康，同学们学业猛进，老师们健康快乐，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李大校长为大家带来温暖的问候。那么我们的校长 Miss Beatrice 今天不能来到现场，但是她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温暖的致辞。现在我们来听 Miss Beatrice 我们的校长给大家说了什么。 Good morning, parents, students, teachers, and guests. We are all excited to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I deeply regret not being able to be with you today, as I know the performances will be amazing as always. For the past weeks, the students have immers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arts, through songs, dances, and drama, which you will witness in today's presentation. After the performances, you will all go down to the courtyard to witness the lion dance.This is surely a great way to kick off the Chinese New Year weeke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and staff for preparing for today. Special shout out to the Chinese department led by Mr. Wu Wei an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Board, Madam Pan, Ms. Jennifer, and Ms. Evan. Happy Chinese New Year, everyone. I would like to greet you all.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欢乐. Miss Beatrice, 爱你们哟. Oh. 谢谢 Miss Beatrice 给大家带来的温暖的致辞. 那么同学们, 大展宏图, 培明学校西部小学, 新年庆祝会, 马上开始. 现在让我们期待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Nursery 和 Pre Nursery 的小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舞蹈。 好，在他们上场之前，我们再玩一次我们的小游戏。 大家准备好你的手。 好，现在是 P4、P5、P6， 准备。P1、P2、P3。Preschool， 准备。好，所有的同学。 你们太棒了！现在让我们来欣赏 Nursery 和 Pre Nursery 带来精彩的舞蹈。 好漂亮的小白兔呀，真可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数鸭子。 Dear parents, since we are doing live show on YouTube, please do not go beyond the pill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ank you. 好，谢谢家长们的配合，谢谢 Nursery Pre Nursery 的小朋友带来精彩的舞蹈，谢谢他们。好，下一个节目是我们一年级的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歌舞，歌舞的名字叫做《孤勇者》。 现在，请一年级的同学上场。
染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雾。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退役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好，一年级的同学太棒了，谢谢一年级精彩的表演，谢谢一年级的同学。好，那么在下一个节目开始之前，好，在下一个节目开始之前，老师想要问大家，你们知道中国新年有一个叫做年的怪兽吗？大家知道吗？不知道，你们 P1 P2 的同学还不知道，其他同学知道吗？不知道，没有关系。中国新年为什么会放鞭炮和烟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怪兽，它的名字叫做年。今天
老师们请三四年级的同学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话剧表演，让大家去了解年来了的故事。好，下面我们请三四年级的同学准备。我们中国有三大节日，吃月饼、看月亮的中秋节，划龙船、包粽子的端午节，说声恭喜发财、好运旺旺来的过年。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过年的由来。 Nice。很久很久以前，山上住了一只会吃人的年兽。他一次要睡上一年，可是他一睡醒就肚子饿了。睡得好久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肚子好饿，我要去吃东西了。村民们听说年兽要醒来了，都很紧张，急急忙忙告诉大家：年兽快醒了。什么？年兽快醒了，真是太可怕了！快点告诉大家，大家赶快回家拿东西，准备离开这里。有人拿着棉被，有人拿着锅铲和锅子，有人拿着行李，想要离开这里。他们在逃难时遇上了。你拿着的是什么？我拿的是果子和果盏，因为我爸没有饭吃。你拿的是什么东西？我拿的是棉被，我怕没地方睡觉。你拿的是什么东西？我里面装的是衣服，因为我怕没衣服穿。此时出现了一位身先变成的老公公。你们要去哪里？怎么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因为年兽又来了，它会把我们吃掉，所以我们大家要快点离开。我有办法，只要大家准备好红色的东西，还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就不怕年兽了。我们快去准备，让年兽不敢欺负我们。太好了，只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好方法，就不用太怕年兽了。大家准备了红色的东西和鞭炮，等着年兽。我今年一定要好好地打这一顿，有没有人
要被我摇一勾二，干起来都好好吃的样子。大家看到年兽，马上发出很大的声音。年兽被村民们砍跑了，年兽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大家就一起唱歌跳舞庆祝。谢谢三四年级的同学，你们太棒了，老师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你们表演的年兽太好看了，太好看了，谢谢你们。好，我们在下一个表演之前，吴老师再和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啊，同学们，你们太棒了，太棒了！最后一个很好玩，对不对？好，现在老师请大家安静的坐好，准备。我们马上要带来的是五年级给大家表演的《舞动乾坤》。五年级男生准备好了吗？好，我们马上开始。
五年级的同学太棒了，老师很喜欢你们的舞龙，谢谢你们表演的太精彩了。好，看完了五年级男生的舞龙，看完了五年级男生的舞龙，同学们一定在想五年级的女生在哪里。五年级的女生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这一次五年级同学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一段非常古典和漂亮的中国舞蹈。好，老师现在请五年级女生做好准备，我们的表演马上开始。谢谢五年级女同学精彩的表演，吴老师非常喜欢你们的舞蹈，他们的舞蹈充满了中国艺术的韵味，充满了中国柔美的魅力。那么老师希望培明学校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学会学到体验中国文化。好，老师也希望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坐好，安静地欣赏后面的节目，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现在在下一个节目之前，老师想要问，每一次春节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红包，你们想要红包吗？好，今天我们请潘总督学和李大校长为大家带来几个大大的红包，我们看哪些同学可以非常幸运地得到这些红包。但是今天我们的红包抽奖有一点点不一样，老师请潘总督学和李大校长抽到你们的名字，你们还要去做一个挑战才可以得到红包，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请潘总督学和李大校长帮大家抽取幸运的同学。
好，我们请李大校长为大家宣布，今天抽到的是，这是三年级的同学，三年级同学在哪里？啊，这是一位男生，Matthew。好 ，Matthew， 你开心吗？你要对李校长说什么？今天春节，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谢谢李校长。谢谢，谢谢大家一样。那马上潘总督学还要给你抽取一个挑战，我们请潘老师帮忙。潘老师，您到时候说停就可以了。好，开始。停。什么？好，我们来请潘老师公布，您抽到的是学三种动物叫，学三个，对，学三个喵猫叫，动物，三个猫叫，学三声猫叫，学三声猫叫，猫的声音你知道吗？猫，啊？不知道猫的声音。好，老师给你做一个小示范。再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喵喵喵！哦，鼓励鼓励。那你也给我们最尊敬的家长说，新春快乐，拜个年，拜个年，新春快乐。来，右手在上面啊，大声一点，新春快乐，新春快乐，大声一点，没有听到口罩。新春快乐，哎，新春快乐，来，红包。红包说什么、嗯、谢谢哎，好，下面我们请潘总同学为大家抽取第二个幸运的同学，请潘老师，希望得到的同学举手，我看一下，希望得到的人举手，希望，哦，太多了。好，那么潘老师抽了啊，潘老师抽了啊，好，我们请我们的吴老师，好，那么老师说了啊，现在抽到的是三年级，在哪里？三年级，又是三年级，三年级在哪里？太幸运了哦。那么得奖的人是谁呢？Samantha， 哇，三年级 Samantha，恭喜！好，快点跑出来！Samantha， 你要对潘老师说什么？啊？你要对潘老师说什么？谢谢。你要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的，谢谢。好，那么我们现在请李大校长为 Samantha 抽取他的挑战。停。哇、哦、，Samantha 抽到的是。哦，三班打，你要谢谢李校长，你抽到是直接得红包，不用做任何东西，太幸运了。对，请潘老师给红包。对，你要说什么？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恭祝大家，恭祝大家，来，左手。抱歉。恭祝大家，好。恭祝大家新春快乐，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哇，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拍手，大家拍手，恭喜恭喜。好，我们马上再抽取第三个幸运的同学。几年级的？六年级同学，哇，六年级的同学 ，Brenda， 有 Brenda 吗？啊，对不起，吴老师把名字写错了，抽到六年级的同学是 Brandon，
六年级 Brandon。新年快乐！哎，谢谢，新年快乐，学业进步。我们请潘总督学为 Brandon 抽取他的挑战。好，注意哦。停。好 ，Brandon 抽取到的是下蹲五个。下蹲五个 ，Brandon 你可以吗？要五次，五次，对，会吗？一、二。三、四、五，哇！恭喜啊！谢谢。Brandon， 把那口罩祝大家新春快乐！新春快乐！谢谢 Brandon， 谢谢 Brandon， 谢谢亲爱的潘总督学李大校长为大家抽取了幸运的同学。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幸运的请到了萧平总裁和我们一起庆祝新年庆祝会。萧平总裁您好，请大家为欢迎萧平总裁，请大家把热烈的掌声给我们培明学校的大家长，欢迎他的莅临，拍手，掌声不够热烈，再热烈一点。谢谢。好，大家太棒了。好，那么我们抽取了三轮精彩的红包，马上就要开始下一轮的表演。下面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是 K2 的小朋友们，我们请 K1 的小朋友们，我们请 K1 的小朋友准备，他们带来的节目是听我说，谢谢你。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哇，谢谢 K2 的小朋友，新年快乐！K1 的小朋友，谢谢你们，新年快乐！听我说，谢谢你，太棒了！这一年，吴老师听到很多的同学告诉老师，谢谢老师。老师也想代表所有的华文老师，谢谢同学们在这一年的努力，在这一年辛苦的付出，在这一年认真的学习。好，我们在欣赏二年级精彩的舞蹈之前，老师请大家把手拿出来，我们再一起玩一下小游戏。好，请大家把手准备好，我们同学们，你们太聪明了，太棒了！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二年级同学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爱你》。
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唱，反正你。哇，二年级的同学，你们表演得太棒了，老师也爱你，老师也爱你们，谢谢二年级的同学的表演，我太喜欢他们的舞蹈了，你们喜欢吗？哦，同学们，你们喜欢吗？喜欢，那喜欢你要跟老师一起跳吗？情话多说一点。好，六年级我看到，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一起跳，好吗？不。啊，老师很喜欢他们的舞蹈。好，那么在我们下一次下一场表演之前，我们要请到今天特别光临的小品总裁潘总督学李大校长，为大家再抽取幸运红包得主，幸运的红包得主，谢谢。好，我们请萧平总裁为大家抽取第一个幸运的同学。好，同学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同学们，看哪一个是幸运者？我们的大家长萧平总裁的贵手，把你们拿起来，幸运号码，期待着哦，期待着啊。P4，四年级 P4。哇，四年级在哪里？啊，四年级 respect 的班的。啊？什么名字？玛丽丽麦麦德琳。Madeline， 哪一位幸运的小朋友？四年级 Respect 班的 Madeline， 恭喜你！你在哪里？哎呦，快点上来哦！我们的大家长，萧平总裁的贵手把你拿到的，你要给萧总怎么样呢？谢谢您哦。P4 Respect 的 Madeline 在哪里？啊？好 ，Madeline， 请快一点。Melody， 哎，先给萧董，谢谢，萧董，敬礼敬礼，萧董谢谢，哎，好孩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我们请李大校长为 Melody 抽取今天的挑战内容。停。哇，红色的是什么呢？转五圈，然后直走。转五圈会吗？转五圈，过来直直走。有红包。好，同学们看着。同学们给他鼓励鼓励。啊，他要转五圈，鼓励鼓励。好，转，预备。一二三四五，直走。哎，回来拿红包。谢谢。好，那么给大家拜年，新年恭祝大家，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第二个，哦，第二名哦，第二个啊，注意听哦。三年级。
又是三年级，三年级，你今天好幸运哦！三年级在哪里？三三。林肯应该是小男生吧？啊，林肯在哪里？哦，三年级。先给肖董谢谢，敬礼，肖董谢谢。啊，敬礼哦，好。别转。停下啊。那老师帮忙喊停了哈、哦。好，现在我们看啦、啊，准备哦，看到你抽到什么，停。你又是转三圈。又是转三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哦。哦。停，可以停了。停。啊。什么了？那什么？看得到吗？说出自己的三个优点。好，现在林肯同学呢，他要向大家报告他的三个好处。你告诉大家，你什么好处？啊？你会什么优点？啊，你有什么好处？好像最特别的，好像听话啦，用功读书啦，或者好像跟同学都会帮助同学，讲三个。啊，注意听哦，好同学啊。我知道哈。啊？我不知道。你你有按时做完作业什么的、啊、还有孝顺听爸爸妈妈的话，听老师的教导、啊、没有讲是不能拿到小董的红包哦，每个同学都要讲啊，自己可以起身啊，早上每天自己起床，起床刷牙漱口，有没有？你会整理你的书包吗？会啊。第一个林肯同学说他会整理自己的书包。好，第二个，我也是我哎，没关系。第二个呢？第二个优点会怎么样？回去会不会给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回来了，要上学，爸爸妈妈再见。”有没有这样？有吗？啊？也没有。那你优点是什么？爱爸爸妈妈。你爱爸爸妈妈吗？好，林肯同学的第二个优点，他很爱爸爸妈妈。好，第三个，你按时做完老师的作业。嗯。你的 homework， 你的作业有做吗？有吗？有。好，第三个优点，他说他都听老师的教导，按时完成作业。好了，我们给他拍手，可以得红包了吧？谢谢董事长，两只手哦。谢。好，给大家讲一下，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一定要讲。然后多一个啊、哦。祝大家新春快乐。祝大家新春快乐。好，记得哦。好了。好了。现在我们要抽，同学们请认真听哦。我们现在要抽取第三位幸运观众哦。请大家认真听。对，有讲话的声音就不抽了哦。咻咻咻咻咻，有一点声音都不可以哦。二年级。二年级的同学，你在哪里？二年级。哇。哎呦，谢谢我们的董事长哦，什么名字呢？叫苏丽娜，娜塔莉亚是吗？Jesslyn 在哪儿 ？Jesslyn。Jesslyn。P to respect Jesslyn. P to respect Jesslyn. Where are you?你在哪呢？好的，恭喜恭喜！谢谢董事长，敬礼敬礼，谢谢董事长。啊停！这是什么？哦，说出三种动物的名字。哦。面向。哦，学三种动物的叫声。
它叫的声音，像小狗是什么呢？小狗怎么叫？那小猫呢？喵喵喵。还有呢？啊，会吗？来，来，小狗怎么叫？现在，这次你要学小狗叫的声音。汪汪汪汪汪汪！哇，大家汪啊！大家都汪啊！好好好。第二个，小猫。喵喵喵喵喵！哇，第二个是猫的声音，非常美妙。好，第三个呢？小鸟，小鸟你会叫吗？啾啾啾啾啾啾啾，会吗？小鸟，来来，大声一点。叽叽叽，小鸟的声音，叽叽叽叽。好，那么可以得到奖红包了。红包，谢谢董事长，谢谢，谢谢董事长。来向大家说，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您，大声一点，新春快乐，新春快乐，新春快乐。好，可以回去了啊。谢谢潘老师，谢谢您。恭喜三位幸运的同学，谢谢萧平董事长，谢谢潘总督学，谢谢李大校长为大家抽取了幸运观众，谢谢。那么让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表演，老师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坐好，安静，认真地欣赏剩下来后面的两个精彩的节目。下面我们请 K2 的同学给大家带来听我们一起学猫叫。 K2 准备。一起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叫你闻的香。Ready？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叫你闻的香香，还有喵喵喵喵喵，我的心就砰砰跳，每天下地不会少，你不笑我都我学喵。
好，谢谢 K2 的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很可爱对吗？好，谢谢 K2 的表演，马上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节目，每一年的新年，好，每一年的新年我们都会有舞龙和舞狮，我们在舞龙舞狮的时候会听到很大声的鼓点，就像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节目会和舞龙舞狮和打鼓结合在一起，下面我们有请六年级的同学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中国鼓和舞龙表演，请大家准备欣赏。
们太棒了，谢谢。好，请六年级同学回到场地。同学们，你们喜欢这个舞龙吗？你们喜欢吗？你们想要吗？想要的同学赶快长大，六年级让我们一起舞龙和打鼓。好，谢谢亲爱的同学，亲爱的家长，这是今天我们在 Assembly Hall 所有的节目。马上我们会到楼下，在看完了舞龙以后，再一起欣赏精彩的舞狮表演。所以每一年春节我们都会有 Lion Dance， 对吗？现在我请所有的班主任带好同学们和家长一起到楼下去。Dear form teachers, please bring your students go down to the courtyard to enjoy our next line dance. Dear parents, you may go down to the courtyard for our next part about line dance. Thank you.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六年级的同学在这里 ，B6 在这里排队。好，我们请家长先到楼下去。Dear parents, you may get into going down to the courtyard first with your parents, with your students.
好，同学们，你们太棒了！我看到所有小学的同学已经准备好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One more. 好，我们还要等一下 nursery 的小朋友，其他的同学，请你们安静的坐好，认真的等待。我们刚刚欣赏了很多表演，现在很累，很激动，对吗？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让大家一起休息一下。好 ，dear parents。If you want a better view, you may go to the second stair or the third floo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Dear parents, thank you so much. Ready? We can stand now. Yeah? We can stand now. Okay.
KJP 新年快乐。好的，同学们可以由班主任带着依次回到教室啦。大家可以过来合照哦，大家可以过来拍照，和我们的狮子拍照。主任带过来，我们一起拍照。好，你 OK？ We can take a photo。